心正佛作主，心不正魔作主。简单的人容易满足，我们今天学佛之后必须要越学越简单，人多一点简单，心就会多一点诚实。学佛一定要正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台长学？因为要正啊，我们做的事情要规规矩矩，我们从来不讲其他法门不好，我们就实实在在自修自得，要低调，要如履薄冰，所以心灵法门才会让更多的人越学路走得越宽呢。因为有正见的人，正知正见的人，他心中有佛呀，他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他坚强地走下去。一个人在人间要行持正法，正法就必须要有正信正念。大家记住什么叫正信正念，比方说把别人经常往好的地方想，相信别人一定不会做对你不好的事情，这就是经常把别人用正的意念去想，就是正能量。所以正信正念就是你学佛为人处事的一个基础。修心就要修正自己不好的念头，修行就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。什么叫正知正见呢？台长告诉你们，正知正见就是每一天要反省自己，我做错了什么。大家都看见了，大家都闻到了，要记住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经已闻。今天所有的学佛的弟子，我们在人间学的是菩萨，学的是佛，那么等我们下辈子，我们就是佛和菩萨。让我们学佛人在天上见，让我们学佛人在人间像菩萨一样的有爱，用这种大爱来感染这个世界，让世界更美好，让世界更和平。谢谢大家。台长爱你们，台长永远不会不管你们的，希望你们只要好好修。台长不单单拥有肉身，我有法身会保护你们，希望你们好好学。好好听话，有你们的师父在，师父一定不会放弃你们的，除非你们放弃师父。好好听话，好好努力。今天你们都做见证了，希望你们告诉人家，真的有灵性啊，看看了吧。再见了啊，谢谢大家了，师父很爱你们的啊。好，再见啊。你们要好好爱护师父的话，就经常呢啊关心关心自己周围的人啊，做事情要如理如法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所以爱师父的话，爱法门的话，如果不跟着师父好好修，不努力精进的话，实际上他根本不是爱师父，也不爱法门，也不爱菩萨，因为他就是以为会失去的。就举个简单例子，这个孩子他很爱爸爸妈妈，但是他老跟爸爸妈妈闹，不听爸爸妈妈的，你说爸爸妈妈以后会把他放在他的身边吗？放不了啦，离开啦。要记住，可能他们的理解是自己以为对的，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不帮助他们，你就把他们抛
抛弃了，所以不能抛弃他们，要帮助他们，要让他们明白师父的真正的含义，不能把师父所讲解的佛法这一句拿过来那句拿过来，这就叫断章取义。所以很多人就拿菩萨过去的佛经来说这个法门不好，说那个不好，说实际上就叫断章取义。我没什么要求，我就要你们好好念经，要听到有人退转了，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了。我嘴巴里不讲，我心里可难过了，就像一个孩子离开父母亲一样的。这么好的法门，这么几百万的人都说好，他就是没有这个缘分了，他就会离开的啦，怎么办呢？你说说看，我真的急都急死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对师父的爱多一点的话，会加持他整个的那个回家的路的。哎，尊师重道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道，道实际上是佛道呀。尊师就是你尊重你的师父呀，你去看看过去本来是对老师尊敬的人，哪个没有好的结果的？你告诉我，当年佛陀有500个弟子，最后全部不都到天上去了？学佛人永远要精进，永远要往前，所以学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在人间我们多度人，多救人，自修自得。我们带着更多的信众，带着更多的佛友，带着更多的未来菩萨，我们一起去见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慈悲心可以改变你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学佛，就是要广结善缘，就是要改变别人。我们不伤害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就拥有了一个缘。希望大家见菩萨的时候告诉观世音菩萨，我度了多少人。当你们在天上看见你度的人都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你是多么的法喜啊。人生走一遭，短短的几十年，我们还贪什么？我们还求什么？什么不是假的？什么能带得走啊？来的时候空空，走的时候也是空空。既然空，那么我们就彻底的空，因为我们真正的家而不在人间，那是在天上啊。放弃所有的贪欲，放弃所有的执着，视所有的众生为自己的亲人，视所有的我们的亲朋好友全部都为未来佛。我们要有爱心，因为菩萨有爱心。为什么很多人他求得不灵？因为他的心和佛离得太远。只要心佛合一，你一定有求必应。想一想，佛是什么心？佛是大无畏的心，佛是慈悲心，佛是拥有众生的心。我们不但要让自己修好了，我们更要让全世界所有有善根的人全部都能修好。修好了我们一起走，就像我们今天参加这个法会一样，我们多么的快乐，我们多么的法喜。我们一定要攀上观世音菩萨最后的法船，跟着观世音菩萨能够回家呀。我们好久没回家了，我们失落太多了，我们受的苦已经够了，我们不能再受苦，我们也不想再下辈子来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借假修真，让这一辈子就修成。我相信只要大家凝起一股神，我们说全世界那就是莲花朵朵开。台长现在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，包括那些中东国家都有学佛的弟子，所有的国家都有学佛的人。佛法无边，佛海深呐、啊！我们要让这么好的哲学，这么好的理论，这么好的佛法，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当年到人间来弘扬佛法，吃尽了人间的苦啊。
给我们带来了佛法，让我们受益啊，让我们见得多少人学佛受益啊。我们要学着佛陀的精神，用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照着我们心中的本性、良心、善心和最拥有的慈悲心，去继续的帮助别人。我们要用小乘佛法作为自己学佛的基础，要用大乘佛法让众生全部皈依净土。因为我们拥有了人间最神圣的智慧，那就是佛的智慧。因为我们今天学佛了，我们的过去已经是过去了，我们过去的苦痛，我们过去做过的业障，我们全部都要消掉。永远要记住，要去除旧业，永不造新业，你就能上天。阿弥陀佛讲的带业往生，并不是指的你要带新业往生，指的是你可以在没有造新业的情况下，在消除旧业没有完全干净的时候，你可以带业往生。所以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永不造业，连脑子里的一丁点的私心杂念都不要有，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干净，真正的是学佛人。人间就是一场戏，很快的就会结束，而当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不会下去，我们永远不会下台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回天的。最后台长恭喜大家，谢谢大家。